夜幕降临，万物潜藏，看得清很重要。大疆蚕丝 H20N 夜视相机，全面革新无人机夜间作业体验，搭配强大的经纬 M300RTK 向黑夜进发。蚕丝 H20N 拥有星光级夜视广角相机、变焦相机，无论远近都能清晰拍摄夜间现场画面。搭配两倍、八倍双热成像镜头，最大红外变焦倍数可达32倍，不仅能一览全局，还能放大红外画面，捕捉更多细节。热成像相机和夜视相机的联动变焦，可让双光画面在同一视角下进行等比缩放，帮助作业人员快速比对画面细节，锁定目标，实现高效研判。搜救作业时还可以通过打点定位功能一键标记被困人员，并通过大疆司空2云平台自动分享至指挥中心及地面团队，便于指挥决策，提高搜救效率。蚕丝 H20N 让夜间作业更加从容。